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贸易实务第十五讲。今天的讲次呢是进出口报关。那么一个国家的大门呢就是海关，不管是人员或者是货物，想要进出一个国家，一定要通过海关这一关。那么货物不管是出口或者是进口，一旦卡关呢，没有办法出口或进口，就会影响到我们交货的时间，影响商誉。特别是进口，如果进口卡关的话，那不单单只是我们的货物的成本可能收不回来，包括一些运费啦、保费啦，可能呢都是白花的。所以进出口贸易业者对于进出口报关呢，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次就是要来介绍我国的进出口报关的一些相关的手续，以及进出口报关的一些可能遇到的费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呢，包括认识我国的海关组织以及它的业务，了解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方式，熟悉出口通关的手续，了解进口通关的手续，还有了解出进口的税捐的种类。那么掌管一国的通关业务的单位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海关。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海关。海关呢，它是一国政府设置在沿海、边境、机场或者是内陆口岸，负责执行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机关。海关是一个国家的大门，不论是人员、货物还是运载工具，它要进出国境的话呢，都是受到海关的督管的。我国的海关正式名称呢是财政部关务署，它是民国102年由关税总局跟财政部的关政司合并而成的，隶属于财政部，是我国办理全国关务业务的政府机关，负责关务业务的一个规划、推动，还有督导，以及关务法规的拟定。那么海关的组织呢，因应不同地区的关务业务需要，我们关务署总共呢设了四个关。那各关呢，又是业务执行的需要呢，在它所管辖的范围的必要地点，又设了一些分关。目前我们全台湾的这个分关呢，总共有10个。那么像基隆关，它就设有五堵、六堵、桃园以及花莲等四个分关，负责北部以及东北部港口，还有花莲机场。至于台北关的话呢，则是设有松山及竹围2个分关，负责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台北松山机场。那么台中关呢，是负责中部地区的关务业务，在它的辖区内呢，并没有设置分关。高雄关呢，设有小港、旗津、嘉南、高雄机场等4个分关，他们负责的业务呢是嘉义以南、澎湖还有金门等地区的港口跟机场。海关的业务呢，范围很广，它包括有关税的稽征、查缉走私、保税退税、贸易统计，还有接受其他机关委托代征税费以及执行管制等等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呢，海关一直持续在推动整个业务的改进措施，像是货物通关自动化以及关港贸单一窗口等等的业务。那么这一些业务呢，都有效的去提升了我们关务行政的效率。所以现在呢，我们厂商要办理进出口报关的时候呢，这个效率呢，真的是高出很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货物通关自动化。所谓货物通关自动化呢，它就是以电脑连线或者是电子资料传输的方式来传输电子资料或讯息，以办理货物通关的作业方式。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以电脑自动处理的作业模式来取代过去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
那么通关自动化呢，使我们货物通关的时间大幅的缩减，而且呢，每天24小时都可以连线办理，完全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呢，它对于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效率呢，是非常明显的大幅的提升的。那么根据关务署的统计，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进出口报单的连线比率呢，是高达99.99%的。也就是说，几乎每一笔的进出口报关都是透过自动化连线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自动化通关的连线方式呢，有2种，一种呢是电子资料传输 EDI，另外一种呢是透过网际网路来连线。所谓电子资料传输 EDI 呢，它是指经由通关网路，透过关港贸单一窗口相互传输讯息，来取代书面文件的递送的。那么以这种方式连线的厂商呢，就必须要先向经营通关网路的事业。目前在我们台湾有2家，一家是关贸网路，另外一家是泛宇电商。向这2家的其中一家提出申请，那么订立了契约之后呢，转送连线地区的海关去进行登记，并且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关港贸单一窗口，以凭证提出注册申请，经过核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连线使用了。那么另外一种连线的方式呢，是透过网际网路来连线。我国在2013年的时候，由关务署推动的关港贸单一窗口，在正式上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关港贸单一窗口的网际网路申办服务，来进行线上的申办，包括报关、港务，还有贸易签审等等的各项申办业务，都可以透过这个关港贸单一窗口来办理。同时呢，这个缴纳税费或规费的时候，还有资讯的查询呢，也是都可以在这个关港贸单一窗口来进行。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连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在单一窗口以凭证提出注册申请，经核准之后呢，才可以开始连线申报作业。那么有一些报关人呢，他没有连线，或者是说有时候连线业者因为电信线路或者是电脑故障的关系而没有办法连线报关的时候呢，是可以改以书面人工作业的方式来办理的。那么以人工书面申报的时候，按照我们海关征收规费规则第8条的规定，这个报关人呢是必须要额外的缴纳报关文件的件书费的。那么每一份报单呢是收取新台币200元。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通关的方式。那么目前我国的货物进出口通关方式呢，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呢叫 C1，免审免验；第二种呢叫 C2，文件审核；第三种呢叫 C3，货物查验。那么 C1，免审免验通关呢，这种通关方式呢，是海关不会审查书面文件，也不会检验货物，所以呢，它会直接放行。出口货物呢，它可以在海关放行之后立即装运货物出口，而进口货物呢，则是缴纳税费之后就可以直接提货了。不过，即便是 C1 免审书面文件，报关人呢，还是应该要把报关的相关文件妥善的保管，因为呢，海关有可能会通知你要补送资料。那么，当你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你必须要在3日内补送书面资料到海关。第二种通关的方式呢是 C2，叫文件审核通关。那么这种通关方式呢，海关它会审查书面的文件，但是它不查验货物。报关人呢应该要在接获海关的通知，隔天海关办公时间终了之前，把书面的报单跟其他的有关文件正本，把它送到海关去，供海关查核。那么书面查核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海关就会放行，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个装船，或者是就可以办理提货了。第三种通关方式呢是 C3 货物查验通关。那么这种通关方式呢，海关呢不但要审核书面文件，还必须要查验货物没有问题之后呢才会放行。那么跟 C2 通关一样，报关人呢要在接货海关通知之后的隔天办公时间终了之前，把书面的报关跟这个其他的文件都送到海关去，准备让海关来检查货物。但是如果呢签审机关已经加入了便捷贸易网，比如说像贸易局啦、标检局啦、防检局啦，这一些签审机关都已经加入了便捷贸易网了，那么海关呢就可以透过便捷贸易网来完成单证比对。所以采取连线申报方式办理的报关人就可以不必检送这一些签审文件到海关去。好，货物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它的通关方式都是分成 C1 C2 跟 C3 这三种。但是呢通关的流程还有应该要准备的文件，出口跟进口就有一些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出口通关的手续以及它应该准备的文件。那么出口通关应该要准备的文件呢其实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出口报单。目前我国的出口报单呢总共有10种。那么报关人呢应该要依照实际的情况去选择适用的出口报单。像比如说一般国货出口就是使用 G5 报单，那其他像保税还有自由贸易港区，他们的货物出口也都有各自适用的这个报单。第二个呢是装货单，就是 shipping order 或者是托运申请书。第三种文件呢是装箱单 packing list，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包装单。不过货物呢如果是散装、裸装，或者是只有一箱还是单一包装的时候，是可以不用付装箱单的。第四个呢是发票 invoice， 或者是商业发票 commercial invoice。 第五个呢是输出许可证。这个输出许可证呢是你必须要办理出口签证的才需要付，如果不用办理出口签证基本上是不用附上这个输出许可证的。第六个文件呢是货物进仓证明。第七种文件呢是委任书。那么报关人如果是委托报关行来代为报关的时候，他是要签具委任书的。不过如果他们的委任是属于长期委任的话，那么就可以不必逐案来填写委任书。第八种文件呢是行路说明书或图样。第九种文件呢是专柜明细表。那么这个专柜明细表呢，它是在一份包单有申报2纸以上的整装货柜的时候才需要付的。第十种文件呢是海关协助其他机关代为查核的同意文件。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出口溴化甲烷，那么就必须要有行政院环保署的同意文件。如果是要出口鳗鱼的话呢，那就要附上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的同意文件。第十一种文件呢是外销品使用原料及其供应商资料清表。那么这个是想要申请外销品冲退原料关税以及货物税的才需要附上这一份文件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其他依有关法令规定应该要检附的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呢，它的签发单位有一些呢都已经跟海关连线了。报关人在报关的时候呢，可以不必检附这些文件的书面资料，例如装货单、输出许可证、还有进仓证明，这些签审机关的同意文件等等的，都已经透过网路跟海关连线，那么海关呢就可以在线上查核，所以通常只有在没有办法连线的时候才需要检附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出口通关的流程。
那么出口货物的通关程序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收单。报关人呢，向海关传输或者是递交出口报单资料。这个动作呢，海关呢就把它称为收单。那么海关收单之后，由海关的电脑专家系统去筛选货物的通关方式，看是它是 C1 通关、C2 通关还是 C3 通关。倘若呢它是属于 C1 跟 C2 通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去第二个步骤，查验这个步骤。可是如果它是 C3 通关的话，那么第二个步骤查验就必须要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三个步骤。所以 C3 通关的货物呢，等到海关的官员这个查验货物没有问题之后，就进入到步骤三，分估放行。不过呢，我们在查验的时候呢，我们再说明一下的是，这个进出口货物的查验方式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仪器查验，另外一种是人工查验。那原则上呢，海关它是会采取抽验的方式来进行。至于抽验会抽几件，基本上是看货物的性质、种类、包装以及件数的多寡来决定的。当然，必要的时候，海关也是可以全部都啦，所货物的整批呢，全部都查验的。那么步骤三呢，就是分估了。分估呢，意思是指分类估价。那么分类是指核列税则号别，而估价呢是估算价格。出口货物呢，并不会课征出口关税，只有海关代征推广贸易服务费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 FOB 的价格来计算推广贸易服务费。所以呢，分类估价的目的呢，并不是在课征关税，而是呢，在用于退税的合计、贸易统计，还有出口时机以及贸易管制之用的。那么 C3 的通关案件呢，我们可以分成先验后估以及先估后验两种。这个先验后估呢，意思就是我们先执行步骤二，再执行步骤三，也就是先查验，再分估放行。那如果是先估后验的话呢，则是先进行分估作业，再办理查验放行。通常呢，它是发生在船边验放或者是仓库验放这种案件的时候。出口通关流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放行了。那么货物呢，经海关放行之后，这个放行的通知就会传递给报关行、仓储业，还有运输业。那么相关的业者呢，他接获了这个放行的讯息之后，他就可以安排出口货物的装船出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进口通关的手续。进口通关的手续呢，跟出口通关的手续有些许的差异。那么我们先看进口通关应该要准备的文件有哪一些。第一个呢是进口报单。目前我们的进口报单呢，总共有10种。那不同的情况是适用不同的报单的。比如说，一般国货进口是用 G1 报单。第二种文件呢，就是提货单或者是空运提单。第三种呢是发票或商业发票。第四种文件是装箱单，当然跟出口一样，散装货、大宗还有单一包装的货物呢，就可以不用付这个装箱单了。第五种文件呢是输入许可证，它是需要办理进口签证的才需要付的。第六个呢是委任书，第七个呢是行路说明书或图样。第八种文件呢叫做货架申报书。那么这个货架申报书呢，它主要是为了要了解收货人跟卖方之间有没有特殊的关系，还有这批货物的交易条件，以及各种费用的负担情况。当货物呢涉及影响完税价格的核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减负货架申报书。第九种文件呢是产地证明书。那么产地证明书呢是
依照规定应该要提供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提供。比如说，如果进口货物要适用优惠关税税率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就必须要提供产地证明书，来证明说我这个货物呢的原产地，它是在这个适用优惠关税税率的一个地区或国家。那么第十个呢是专柜明细表。最后一个这个文件的话呢，是依照规定应该减负的文件，比如说进口汽车必须减负进口小客车应行申报配备明细表。进口货物到达进口国之后呢，要办理进口报关。那么进口报关的申报其实是有期限限制的。那么依据我们的这个规定呢，进口货物必须要在装载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口日之翌日起，也就是隔天开始起算，15日内必须要向海关办理报关。没有依照规定办理这个进口报关的，那么从报关期限届满的隔日开始呢，每天会加征滞报费新台币200元。滞报费呢被征满20天，仍然不报关的话，那么就会由海关将这个货物变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会扣除应纳税捐以及必要的费用，像比如说处理变卖货物所需要的费用、仓租或者是装卸费、滞报费以及滞纳金。剩下的余款呢，由海关暂时代为保管。纳税义务人呢，必须要在5年内申请发还，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呢，我们就缴入国库了。所以，当货物到达进口国的时候呢，进口商应该要尽速办理进口报关，以免受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进口的这个报关流程。进口报关流程呢，可以分成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也是一样是收单。那么报关人呢，向海关传输或递交进口报单资料之后呢，海关呢，他会筛选货物通关的方式，看是 C1、C2 或 C3 的哪一种。第二个步骤是查验。如果是 C3 通关的话，那么就要经过海关来查验货物。那么一般进口案件呢，是先验后估。如果是船边或机边验放的案件，则会是先估后验。第三个步骤呢，是分估。海关依进口商提供的行路或说明书，来审核进口货物的税则号别、价格，并且呢，核估它的完税价格，然后按照完税价格来合计应该课征的税费。进口货物呢，在完成分估之后，就会自动的计税。所以呢，报关人呢，他可以自行列印，或者是由海关核发税款缴纳证，通知纳税义务人来缴纳税款。所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征税了。纳税义务人呢，应该要从税款缴纳证送达的隔日起14日内，以现金汇款或者是 EDI 线上扣款的方式缴纳这些税费。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期限来缴纳的，那么就从缴纳期限届满的隔天开始，依照欠缴的税额，每天呢加征关税滞纳金5%。那么货物税、营业税、还有特种货物及劳务税，以及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这一些这个税费呢，它是从缴纳的期限届满的隔天开始，每超过2天就每2天。加征这个金额的1%。好，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放行了。纳税义务人呢，缴纳进口税款之后，货物呢就可以放行。那么海关呢，会把放行的通知传递给报关行、仓储业者。这个业者呢，收到了这个放行的通知之后，就可以办理进口提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出进口税捐有哪一些项目。出口税捐的部分呢比较简单，因为我国的出口货物是不课征关税的，我们只有由海关代征推广贸易服务费以及香港服务费。那么推广贸易服务费呢，是依照离岸价格，也就是 FOB 的4%，也就是0.04%来计收的。而香港服务费呢，它是按照散杂货、整柜货
还有并柜货三类各有不同的收费规定。那么进口税捐呢，它的项目就比较多喽。我们进口商品呢，要课征进口关税。进口关税的课征方式呢，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呢是从价税，一般进口货物呢，大多是从价课税的。它是依照起案价格，也就是 CIF 的价格，来作为进口关税的完税价格，计算进口关税的。计算的公式呢是完税价格乘上税率，就可以算出关税了。那么第二种特征的方式是从量税，它是按照数量，一般来说就是依重量或体积，还有每单位的完税额来计算的。那么计算的方式呢，就是把数量乘上单位完税额。第三种特征的方式叫复合税，它是在同一税则号列内呢，并列从价税率以及从量单位完税额，然后呢，采计两者较高的来作为进口关税。再来呢是推广贸易服务费。进口货物呢是依照 CIF 的价格去计收的，会这个费率呢一样是4%。而香港服务费的话呢，收费标准跟出口货物相同。至于货物税的部分，则是如果依照货物税条例规定应该要课征货物税的，那么就会由海关来代征货物税。那计算的公式呢，是将关税的完税价格加上进口关税之后乘上货物税的税率。再来的话呢，是烟酒税及健康福利捐。那么进口货物如果是依照规定必须课征的，也一样是由海关代为课征。接下来呢是营业税。那么营业税呢，它的计算方式是关税的完税价格乘加上进口关税、货物税还有烟酒税之后乘上营业税税率5%。最后一项呢是特种货物及劳务税。那么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货物税还有营业税的金额，如果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时候呢，是依10%的税率来计收的。比如说小汽车、游艇、飞机这些商品，如果呢它的这个金额呢是超过新台币300万的话，就要课征特种货物及劳务税。那家具啦、龟壳啦、象牙啦等等的这一些产制品呢，如果超过新台币50万的话，就要课征这个特种货物及劳务税。好，那我们呢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货物通关自动化可以透过两种方式来连线，官贸网路或者是网际网路。另外呢，我们也谈到通关的方式呢，可以分成 C1、C2 跟 C3 三种。在通关的流程部分呢，出口它曾分成4个步骤：收单、查验、分估跟放行。而进口的话呢，则是多了一个征税这样的一个步骤。另外呢，在税捐的部分，出口只课征推广贸易服务费跟香港服务费，而进口的部分呢，它还会课征进口关税以及货物税或烟酒税，还有烟品健康福利捐以及营业税等等的。好，各位同学，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那么下个讲次呢，我们会介绍进口结汇跟提货，请各位同学呢准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